间。那我写写，我认为你他写字啊，应该是想办法用最简单的方式写出来。那像这个我就没有照笔顺了，我认为他大多时候都是在画字啊，啊，他在努力保持中间这有点白白的就可以了。然后他的撇啊，就是为了修饰这种呆板的做法，啊，因为横画都这样，不是很呆板吗？啊，稍微突出去一点再下来，稍微突出去一点再下来，中间白色的不要太多，啊，粗大细，慢慢的稍微晃动一下，让它有点笔触，啊，不要把它写的都一样，就可惜了。然后这里也一样，白色的地方不要太多，努力的维持中间一点点白，然后每一个横画都要一点差距，啊，不要让人觉得每个横画长得都一样，就像那个签字笔那种麦克笔画出来，这样也不太好，啊，还是要点毛笔的感觉。尖。